充满好手，以及我们观礼处跟东莞处的好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那首先在这里代表台东县的，我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冲浪好手啊，来到台东。那这个国际冲浪赛哦，有创新了很多的突破哦。那它是史上最高等级的一个国际冲浪赛哦，被 ASEAN Surfing Championship 亚洲冲浪协会列为最顶级的一个赛事。那在国内哦，它是到目前为止最多世界冠军选手参加的一场冲浪比赛。那它也是国内来自全世界最高级的裁判参加的一个冲浪大赛。那更是国内举办到目前为止最高额的冲浪奖金的一个赛事。那总共来自全世界七个国家、五个国际的大赛的冠军选手参与了这一次的一个冲浪大赛。那国家有包括美国、纽西兰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日本、印尼跟来自台湾的所有的好手。那欢迎各位来到台东哦，参与这个观光的旅游，那也参与我们所有的活动。那目前在观光局那边刚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哦，是今年台湾观光年历县市国际活动的一个票选。那台东有两个活动哦，都在台语里面哦，一个是国际观光热气球，那第二个就是国际冲浪赛。那鼓励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哦，都上网支持我们国际冲浪赛的活动啊，让台东的活动可以继续发扬下去啊。那感谢各位的参与，那预祝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可以顺利圆满成功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我们张副县长，我们副县长很帅，他本身是。